哎，这是干什么呢？这是，嘿，干啥了？哎呦，怎么又是你？夏丽，什么叫又是我？你在这翻墙呢？你在这儿啊？我走到这儿，我听见我媳妇在里边又哭又闹，肯定老东西又揍她了。谁在谁里面哭？谁里面哭？等一会儿，小童，你快下，你是能进去还是能咋地啊？啊，我不着急吗？我不从这儿进去啊。小童，你没事吧？小童，不是你走，我不管你，你自己翻吧。走。啊，小童，你没事吧？小童，怎么回事？小童，老婆怎么了？老婆，你闪开。不是，老婆，我告诉你别添乱了，知道吧？啊，把嘴给我闭上啊！怎么回事，小童？我爸又，老东西是不是又欺负你了？老婆，你给我等着，我帮你出去。不是，你给我回来，来，不用你管，你干什么去？回来！不是，让小童走。哎，那小子就去了，赶紧先起来，来，走。哎，干啥你在这儿？我跟你说啊。别给我冲动啊！怎么回事啊？不是你鞋呢？那你先过来，扎脚了你。那你先这鞋呢？我鞋在家呢。那你行，你先坐。不是叔啊，怎么回事啊？在家又欺负小童了是吗？让他滚。什么让他滚？他是你女儿，你让他滚。那就让他滚。老东西，你再欺负我老婆，你信不信我把你干的事都给你抖露出来？你敢？哎，什么意思啊？刚才你说什么？你刚说什么？什么叫事都抖出来呀？我什么也没说。最好给我老实一点啊，知道吗？到底说什么了？我要说，我也不跟你说，我跟小童说。啊，跟小童说，不跟我说。那小童在这儿，你跟他说呗。哎呀，老婆，我跟你，我不想让你听，你给我滚一边去。我还不能听你在这儿，我就不说。那行，你最好给我老实一点，知道吗？啊，哎，怎么回事啊？不是你干啥呢？你别哭呀！你这干啥呢？你跟他说什么了？啊？不是怎么回事啊，小童？小童，你先别着急。小童，有杨哥在，没事的，行不行？哎呀，你别吓我，他到底跟你说什么了？啊？不是，你到底跟他说什么了？啊？你到底跟他说什么了？哎，不是，小童，不是，小童，你别发抖啊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就是我先扶你回去着。不是你站来干什么呢？扶一下，来，小童，走，我先扶你回去，走。